这是我们的酒店，隔壁就有一家听说不错的泰式泰餐，我们就今天来吃泰餐。我们既然要办泰国的签证，我们就先来领略一下这家泰餐，叫 Thai Bro。 看看他们的可乐，泰国的，这个是泰国过来的可乐，还有泰式奶茶，肯定要来一个的。手机点单，小哥说啊，手机点单是吧？现在你也可以听懂了吗？啊，英文进步不错啊。高楼大厦，闹中取静也算是啊，真的是。我这条因为是个小巷子，这里吃的挺多的。其实这里有几家挺好的华人餐厅，但都是开早上，华人餐厅都是开早上和中午的。我明天早上吃早饭可以，吃午饭可以。我说你有没有兴趣挑战一下臭豆？哪个臭豆啊？有没有胆量？黄金臭豆炒饭是吧？不是臭豆。没有。OK,Thank、okay, you。哦，今天奶茶没有了，卖完了，生意这么好，我们要了一个斑斓水。哎，不错哎。好有年代感的杯子。还有年代感的杯子啊，是吧？斑斓水加了很多冰块啊、很冰的，很清爽的感觉。有没有斑斓叶的味道？那么这水到。你猜猜多少钱这一杯水？挺好喝的啊，挺好喝的是吧？嗯、才一块半，这个才一块半，对的，一块半只有。哇，我已经闻到香味了，真是已经上菜了。他们的碗都好。哎，对的。哦，这是个调料鱼露 ，OK, thank you。我们点了什么？看看哦，这个是汤的果条汤，泰式果条汤。三个，这个在泰国夜市上面经常看到的呀。对，不过泰国就没那么贵了是吧？这个是三个是14块马币，这三个14块马币，泰国你要多吃点去的话。大泡猪肉饭，哦，这个是一个卷，上齐了，开始吃了啊。这一家应该够吃了吧，吃不完如果不够。 你还有夜宵呢啊，不够再吃夜宵啊，出来就吃。泰式好吃就是它的调料，泰式辣椒酱啊，泰式辣椒酱，这个光吃原味的那怎么？这个它是啊，孜然，它是烤肉的，这上面应该是放烤肉的，有一个烤肉酱，就烤肉的撒的那个东西。鱼露你要来一点吗？可以给我汤里面加点鱼露。嗯，臭的。啊，够了够了够了。我也来一点，这也要加点鱼露。嗯。赞的，好吃好吃。哎，你尝一下这肉卷什么味道？肉卷啊，不着急，试一下啊。哇，这肉有点挺辣的嘛。不辣的。那我是蘸了这个。啊，你蘸的辣椒酱。哦，这辣，它的这个蘸的挺好吃的，烧烤味很浓的，然后挺辣的啊，那个味道，但是就不是那种很冲的辣。尝这个肉卷，嗯。看看，挺扎实的啊，跟我们吃的五香肉卷有什么区别？好像这个更扎，这个肉更多。五香肉卷它里面有蔬菜的嘛？对，有蔬菜有面粉。啊，这个肉感觉更多，就是肉的含量更多，很大的香味。嗯，无与伦比这个味道，也是特殊的香味，好吃的。来，它价格我觉得。也不比马六甲贵多少，我感觉，是吧？但做的味道，挺不错的。泰餐吃完，我们又去逛了。那泰哥呢？我看看啊，细数一下，简单回顾一下。斑斓水是一块半呢，果条汤14.9块，三片撒爹13.9块，一个猪肉打泡12.9块，还有一个肉卷15.9块。都挺实在的，我发现他们的东西挺实在的，是吧？60块钱，59.1块，哎呀，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是你的宝马，这是你的马夫，这是你的马夫啊，赶马的。哎呦，晚上吉隆坡走走，这种感觉还是很少有的。那个方向？对，往那边走。这个塔也很美啊，虽然不是双子塔，这个塔也很美啊。这个什么塔知道吗？这个什么塔知道吗？高塔，呵呵，非常贵。Tower, High Tower,
晚上八点半的吉隆坡，我们现在这边也算是市区了啊，感觉有点冷清啊，好像还没马六甲热闹啊，感觉。假日从城市哦，有道理，有可能现在是假期，大家都去马六甲玩了，吉隆坡人都去马六甲玩了，所以城市倒反而不堵了，有道理，有道理。看看这个高楼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走进这样的商务楼了，我看到双子塔了，半个塔，然后再走一段就会看到整个了。哎呀，真不错啊，上面那个灯感觉像个太阳，呵呵，哎呦，感觉真的是有时候换一种心情，换一种环境真的是很有必要的。吉隆坡的这个设施会比马六甲好很多，它这个人行道啊，然后一些这样设施要比马六甲做得好，很方便，我们推着小车就一路可以走，就不需要往上抬往下搬的，就这样。许久没有看到轻轨了，你要去坐一下吧？明天吧，明天我们去坐一下好吧。轻轨这里就开始热闹了啊，这里就接近双子塔的商业范围了。很久没来大城市，我太太都不会穿马路了，红绿灯都不会看了，感觉吉隆坡的红绿灯真的是比马六甲复杂很多啊，我们一开始不太能看明白，一犹豫就变红灯了，现在把我们分割两地，我得等着他，等着他待会儿绿灯了再过来。你是不是红绿灯都不会穿了？没有，我觉得吉隆坡的红绿灯好快，马来西亚红绿灯很长的。是啊，是的，它变换的比较快，是吧？走走走，又是个绿灯了。我们现在周围都是高楼大厦啊，每一栋都是高耸入云啊，大城市啊。这边有个小的美食中心，我们准备整两杯喝的，卤子吃的有点咸了，我们要整点喝的，被我加那个鱼露一下子加多了，是吧？哇哇，哈哈 ！Emily 真的等不及了，啊，他就想要力气了，是吧？哇！这是什么？6块、5块，这是芒果冰沙，这个是荔枝，荔枝。宝宝把盖子掀掉。里面有荔枝呢，你看。是那甜汤吗？还是？我不知道，是荔枝果汁吧，应该是。挺好的。好喝吗？哦，这样子的，这么开心的。这个呢？你爱喝哪个？你爱喝哪个？然后两杯都你的啦！哎呦，这小孩太夸张了！哇，荔枝呀，荔枝在中国就吃起来，在这边是奢侈品了。而且这边的荔枝没有中国的好吃。啊，这边的中国的荔枝，广东荔枝很好吃，在这边买到不到。这边买到荔枝是泰国的比较多一点，很酸是吧？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看到了，后面这个双子塔了，是不是啊？也是特别神奇的吉隆坡啊，以为这个在这个双子塔下面都是那种很豪华很奢侈的很贵的这种饮食，没想到还能吃到这么平价的，而且味道还真不错的，做的还很好喝的这个饮料。刚刚我们的饮料就是这家买的，挺好喝的，货真价实，有牌子吧，大家过来可以看到，可以过来试一下。这个挂的两个大芒果的这个餐车，乐队在开始表演了，但是我没时间欣赏了，我们要往双子塔出发了。我们终于来到传说中的双子塔了，双子塔脚下，感觉自己好渺小呀。哇，高吗 ，Emily？ 他问那个顶为什么那么高？为什么这么高啊？我已经走到了。商场好像感觉要快打烊了，现在9:30多了。去那个吧，那个。啊，不进去了。我们是到此一游，真的是到此一游。
到了就往回走。这里挺舒服的，广场上挺舒服的啊。